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，唐于田国三藏沙门什迦难陀译。地狱名号品第五。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白地藏菩萨言：仁者，愿为驾轮自中，即为来现在一切众生说作婆世迦其言菩提，罪护众生，所受宝珠地狱名号及二宝等事，是为来世末法众生。这是果报地藏答言：仁者，我尽成佛为神及大势之力，略说地狱名号及碎宝二宝之师。仁者，言菩提洞方有山，号曰铁围，其上黑虽无入月光，有大地狱，号其无间，又有地狱名大阿毗，复有地狱名曰四角，复有地狱名曰废刀，复有地狱名曰火尖，复有地狱名曰夹山，复有地狱名曰痛江，复有地狱名曰铁车，复有地狱名曰铁床，复有地狱名曰铁牛，复有地狱名曰铁衣，复有地狱名曰犬人，复有地狱名曰铁驴，复有地狱名曰羊童，复有地狱名曰爆珠，复有地狱名曰流火，复有地狱名曰更舌，复有地狱名曰作手，复有地狱名曰少角，复有地狱名曰大眼，复有地狱名曰铁丸，复有地狱名曰正轮，复有地狱名曰铁夫，复有地狱名曰堕针。地藏白言：仁者，铁围之内有如是等地狱，即数无限，更有叫唤地狱、拔舌地狱、粪尿地狱、铜锁地狱、火香地狱、火狗地狱、火马地狱、火牛地狱、火山地狱、火蛇地狱、火床地狱、火梁地狱、火焰地狱、九牙地狱、剥皮地狱、隐穴地狱、少首地狱、少角地狱、倒刺地狱、火雾地狱、铁雾地狱、火狼地狱、如是等地狱，其中各个附有住巧地狱，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，几种名号各个不同。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：仁者，此者皆是难言菩提，行而众生业感如是，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胜巨海，能掌圣刀，是故众生莫轻小儿，以为无罪。自后有包相好受之，父子至亲给予个别，纵然相逢无恨待收，我尽成佛为力，略说地狱罪报之书，唯愿仁者暂听信言。普贤答言：吾已久至三恶道报，望仁者说，令后数末法一切二横众生闻仁者说，是令贵佛。地藏白言：仁者，地狱罪报即是如是，会有地狱，
举罪人者，是牛耕之，不有地狱；举罪人心，夜叉食之，不有地狱。或唐圣妃，主罪人身，不有地狱；至少同诛，是罪人邦，或有地狱；是诛或烧，甚及罪人，或有地狱；一向寒冰，或有地狱；无限愤妖，或有地狱；纯废吉离，或有地狱；剁钻火枪，或有地狱；围窗胸杯，或有地狱；胆少手足，会有地狱；盘桥解蛇，会有地狱；锯除铁狗，会有地狱；尽扎铁罗。忍者，如是等包，各个狱中有百千种，夜道至期，无非是铜是铁，是石是火，此是众污，众业恨感。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，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，何况堕狱。我今成佛，为神及忍者问，略说如是。若广解说，穷劫不尽。哈哈哈，问什么的说哈。